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大洪水，八支、三支、三支一八风哈，大洪水关卡。基本上遇到这个，不管是越攻越强哈，还是这个40%，扣血40%哦，基本上都对处机不是一个好现象。还有武士减伤了哦，这什么鬼啊？一 combo 变四 combo， 不让我处机就对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直接冲到这个第四关也 OK 啊。哦，这个被锤应该是蛮痛的哦。先锤这只好，锤这只，哎呀，第一只，对。刚没料想到，那 combo 数多就是 CD 已经先把它处理掉了。边打边处哦，这个关卡不难，边打边处就好。哦，这个全体攻击做一个强化腐蚀哦。哦，留中间那一只也 OK 啦。但是很不小心的，我们就把它处理掉了。第四关哦，问号腐蚀。哦，死掉后哦。所以现在还没死，就有点像达尔，有没有？我看过七龙珠应该知道自爆哈、哦。听无法度哦，听你讲就算了。因为这个只要讲到达尔，就暴露出年龄的秘密了，没有？这个要开一下哦。转属性的我就尽量不用了，因为等一下要拿来破解的。然后这次可能会送走，稍微记一下哈。那我们转了，不晓得它会不会出现哦。照理来讲，应该要出现一下比较合理哦。所以它是没出现的哈，破解之道哈，龙科开下去，我个人是这样玩的啦。两颗没办法哈，好，怎么整版来？还是一样，靠，被这只耍死。OK， 为了避免这个这一只一直转的问题哦，我们做一个一波带走的动作哈、一波带走一只就够了哈、一只就够了。好，两只一起送走无所谓。哦，
果然还真的蛮碍眼哦。这一次是新转案哦，那我们就是直接哦，直接延续了上一波的这个神魔共鸣哦。那个问号符石，刚才我想用破解哦，发现破解那招是没有用的。哦，那这问号符石我们就稍微给它精一下，哦，多一点气力的好不好？看这个会不会中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是光，哦，不是火，哦，不是光，不是火。我那两颗我真的懒得理它。这个指定四属盾哦，指定应该是随机吧，没有写好哦。这个暗符石是怎么回事哈？这个我们蛮好奇的，想问一下这个关卡不是禁暗珠吗？怎么会有随机暗属哎？关于这点疑惑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跟我一样哈。哦，这次还算好处理的。打几出起来就好了。对啊，怎么会暗的？奇怪，啊，不是近暗的关卡。要去哪里生暗珠给你？龙科教？啊，也不是这样吧，这样有点离谱哎。这样不是蛮耗时间的吗？关卡设计这样蛮奇怪的。等打几好不好？我们等打几。水火木暗，哦，哎，水火木光，哦，水火木光，水火木光都有了哈。因为他如果再搞一个暗的，我们也没辙啊。哦，把打底除起来，我想一波就把它处理掉了，不想在这边耗时间哦。水火木光哈，都有哈，都有，哦，那就是一波带走。这个没有暗，所以它一定会转成这个光。不要跟我讲说你有暗哦，千万不要，谢谢。好，龙哥开下去哈。400多万的血量哈，就是尽量把它处理掉就对了。我不要问什么为什么不留光珠啊，因为我要一波带走，所以光珠留了没有用，我就是要威力哈。K， 哦，好。如果要问我说为什么这关卡禁暗珠，然后又叫大洪水，我也不知道。大洪水应该禁火珠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以上是大洪水8-3-1的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